好，欢迎嚟到吓今个星期嘅一个嘅 MIHK 唔会周通讯，争呢个 MIHK 添。咁啊，阿超哥，咁啊，而家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咁我就喺日本咧，就应该啱啱就落咗机。咁啊，理论上咧就接咗阿 K 师 Sir 咧，可能就食串烧，饮紧啤酒啊，逍遥快活紧。或者如果隔篱见到，喺依一個嘅地區裏邊有玩具鋪咧，我都會鼠入去睇下有冇玩具賣嘅。阿超哥，羨唔羨慕？希唔希望？你啊，梗係好啦，我梗係特別開心啦，去玩係咪先？咁啊，有邊個人去玩唔開心㗎？係咪先？我哋所以喺個群組度就擺明係，即係我同阿迪秋呢啲冇撚得去嘅，係咪先？佢又受制於佢老婆，我就受制於份工，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喺度勸鳩你，就係話睇下你哋兩一路一落機就。又肚饿又肚痛，搭车又搭船，点去旅行？搭车又搭船，快食噶嘛？乜捻嘢？好滞，时候远。咁嗱，我就唔知道今次会唔会病。咁啊，因为秋冬季咧，其实好容易都会，我即系好通常都系呢个时间感冒嘅。咁但系咧，温哥华嘅气温咧就应该同日本就系差不多。咁啊，照計咧就唔會有即係大變動喺個 temperature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泰國就暖和嘅，咁啊30多度，咁我又唔好擔心。咁啊，即係咁啊，最主要就係喺個飛機上面，即係千祈唔好有啲長期病患者，或者有啲有契弟有冇肺，好似上次咁樣啊，踩坐側邊有個 daddy 媽呢個 butit 喺度係咁咳，仲要攞航空公司有啲煎啊去擤鼻涕啊，哇！我真係屌你老味，我真係坐喺佢側邊，我嗰程機。你記得最攞命就是我落機咧，就係冇酒店啊！朝頭早凌晨5點，餐到下晝3點，即已經冇瞓覺10多個鐘，再要嚇一刻鐘咁樣冇覺瞓，其實就好辛苦。咁我諗今次咧，一去到日本嘅時間咧，就係啱啱大概節目出街前幾粒鐘啦。咁我諗就理論上就可以直接去酒店攞房咧，沖個涼之後咧，攤頭下咧，咁應該就問題唔係好大嘅。同埋試我依一個 trip， 我直接飛去日本咁又短咗啲旅程咧，咁應該就 OK 嘅。好，咁 OK 啦，咁啊祝你旅途愉快啦，咁你就到时唞下啦，我都建议你就唔好扯得咁尽噶啦，即系唔好去到又拍嘢做嘢，即系如果唔系你啊，即系到时冇乜时间享受，系咪先？咁啊，其实都冇乜时间享受噶啦嘅，咁今次主要都系探亲人啦，因为亲人都去日本旅行啦嘛，咁我特登啊喺香港我就暂时唔想翻去住啦，咁啊唯有喺日本就见佢啦。咁啊 ，K 師 Sir 又飛嚟日本，咁啊，所以就都要同阿 K 師 Sir 去行下街啊，去下秋葉原啦。因為上次我都冇去秋葉原啦，照講係你自己去啫嘛，你記唔記得？啊，係啊，咁啊 ，K 師 Sir 都想去嘅，咁啊，今次啊圓佢夢啦，可以去買下啲電子遊戲啦。係啊，可以去秋葉原去睇下啦。咁同埋咧，你俾翻上野嘅地址我都可能會再去多次上野都未。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如果有啲網友，好似我記得都有啲網友咧，都係。而家喺東京住嘅有兩個，有一個咧就話會睇下有冇機會撞到你啦，或者同你見個面打下招呼啦。另一個咧就係、是都係啲玩具友嚟嘅，咁啊又係俾啲資料我哋話去邊度玩邊度玩，咁啊有機會我就再分享俾你啦，係啦。係啊，咁我就唔會即係哇搭車搭火車搭去幾個城市咁遠嗰啲咧，我咁就唔會啦。我都喺翻東京區。有嘢浪荡，因为其实你玩个东京玩几日，其实都觉得都唔够嘅。其实 ，O K， 唔紧要啦，你夜晚去大久保公园慢慢玩。唔系喎，汪精卫即刻报料啦。汪精卫话夜晚唔好去大久保公园啊，依排放蛇捉人捉得好紧要啊。O K O K O K， 估唔到汪精卫呢啲都。汪精卫梗系担心，即系帮主有冇事啊嘛，大佬。第一时间 ，O K， 即系千里送白鸽传书。哇！舅妈帮主，你真系要小心啲，因为大久保公园里面近排啊，即系有放蛇呆 job 咁啊。佢叫我真系千祈唔好夜晚去。咁我讲真，我都唔会去啦。即系，你我都去过一次大久保公园咧，你见过咧？其实好阴公噶，即系点解咧？佢哋嗰啲唔似香港嗰啲企街喎。嗱，香港啲企街咧，超哥你成日都落去同阿伟哥去街坊啦。咁你见到嗰啲全部都系啲三四十路啲大妈阿婶。系嘛？大陸落嚟嗰啲單程證嗰啲師奶啊，咁樣即係哇，即係有翻咁上下年資。但係大久保公園咧，我嗰次去咧，我特登同阿偉哥啊、阿列大夫啊佢哋行咧，其實我哋見到咧，你都有份啦，你記唔記得？你仲爭啲去我哋喝停你噶嘛？嚇、啊！唔係我嗰個係的操啊！我提你啊，你唔覺得佢哋全部都好妙齡嘅咩？
即係十零廿歲嘅咋？有啲卅歲留下咯。係啊，好後生噶。即係好似在職，即係兼職咁樣咯。係啊，咁如果你問我咧，係一個即係個經濟幾不景氣嘅依個情況，即係咁後生嘅小妹妹係嘛，即係要做到企街，其實我覺得就係整體個消費能力都好好弱啊。即係你諗下喺香港，你會唔會有陀地？十零廿歲真係企街嘅，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噶嘛？即係我哋都未衰到咁樣啊，係嘛？文化不同啦，咁啊睇下你會唔會有機會同阿 K 先生去真正嘅日式嘢嗰啲夜衝會飲酒啦？唔會啦，嗰啲啊據阿迪操所講，坐一個鐘頭都唔夠萬幾二萬 yen 噶，咁撚癲？係啊，咁你嗱講真，佢自己佢話最低消費地坐低都18,000元，咁啊。咁佢又坐落去，即坐幾耐啊？佢又唔知佢好似話佢太太去邊度啊買嘢，咁佢就聽話咧，地方就休息休息下咁樣。咁但係佢就冇去到，咁就啱啱咁啱有個朋友就去咗叫粗的，咁啊粗的咧就上咗去，咁佢去打 Pachinko， 咁佢過一個鐘頭之內咧，佢就出翻嚟啦。咁話咁啊問佢使幾錢啊？佢18,000 yen 度咯。哦，咁OK 啦，你揾地方坐下食下嘢，10,000-20,000 OK 啦嚇。啊，咁啊，總之你啊玩得 happy 啦，咁啊，咁你即係譬如你咁嘅節目上，你嗰個安排會係點啊？或者會有啲咩即係？嗱，其實就隨心啦，老老實實啦。講真，我認真嚟講咧，我過溫哥華之後咧。我基本上是冇瞓過覺，冇放過假，唔係冇瞓過覺。嗯、即係、就算有嘅時間，我都去咗拍片。最近一次嘅 trip 咧，就係、去咗一個嘅 band， 咁嗰日就幾日嘅，你都知道。我跟住就翻嚟就病咗啦，因為嗰個中咗一個武漢肺炎喺架車上面，咁又係一啲掟啲馬啲喺度狂咳，真係我真係好。咁你戴翻個口罩啦。我真係好撚討厭啲掟啲馬啲嘅，即係佢哋咧係好鬼冇。即係一個嘅個人衛生意識，同埋佢哋病你就唔好走嚟走去啦，係嘛？即係你好撚討厭佢，兩次都係掟啲嘛啲坐我側邊喺度病，搞到我病咗。咁但係真係咧，你話有冇試過停工兩個禮拜？冇做嘢咧咁樣，咁我真係未試過，係嘛？趙哥，即係咁啊，日日做咗咁多年，咁其實你今次嘅 trip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放假嘅，咁但係我都會帶埋電腦嘅，咁可能一個禮拜。做一兩條片咁咯，或者碌下街咁樣咯。咁啊，所以就各位網友就唔好到時，即係知道咗阿老王咧就去休息嘅時候咧，就唔好又問，哎呀今日有冇直播你當冇啦，大家真係當冇啦，冇啦嚇。直播就我就真係未必會做啦，就碌街就可能唔會有機會，因為都想同大家一齊行下街街。咁我諗碌街就會有機會，直播就算係有嘅都唔會長時間啦，45分鐘一個鐘頭內。咁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喎。我如果朝头早我8:30做直播的时候，你哋香港时间就7:30，因为日本快一个钟头噶嘛。去到曼谷系咪好似曼谷又系快香港定系慢一个钟头啊？睇下先。泰国啊，睇下先，我都唔记得啦。曼谷好似慢一个钟系嘛？吓，香港而家几多？系啊，曼谷又慢香港一个钟喎，死唔死啊？哦，系啊，即系泰国咧就同澳洲嘅。差咧系4个钟，即系我要7:30起身就 match 你香港嘅八点半。你明唔明啊？咁即系两边一头一尾，哇，好鬼死难夹。咁但系睇下点啦。嗱，讲真，我自己都有谂过呢个情况嘅。因为咧英伦 low T 啦，咁我就如果可以录到影就录影张型 low T 啦，或者系同香港人家书啦，一个礼拜可能做翻一集节目咁样。咁或者每个星期我做一两集嘅鳄鱼谈，可能系咁都未定啦。好好好，睇下点啦，我都其实就想唔想屈喺个酒店里面做节目咁惨嘅，即系讲真。系啦，系啦，总之去玩就放松啲啦，唔好太咩啦，系咪先？咁啊，讲下其他先啦。咁啊嗱，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就睇到有啲新闻咧，我就觉得几特别嘅。咁啊，讲边单先咧？咁啊，可以讲下呢个台湾嘅 KOL 啊，因为咧，我发觉咧呢一单咧，其实。有少少後知後覺嘅，即係其實因為已經過咗嗰個所謂叫做其實佢就係10月10日去呢、這、一個天安門就去玩啦，咁啊就去影相。其實咧以前咧都有我記得其實都唔淨止呢個 KOL 做過噶啦，不過只不過呢個 KOL 咧喺台灣應該就係叫做較為有名少少嘅網紅啦，咁所以咧佢就好多人 share。
咁佢玩咩咧？就係喺呢個天安門呢、這個門牌嗰度啊，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門牌嗰度咧，就企咗喺度咧，就係、是、卡拉卡拉咧，就揾隻手同埋揾個頭咧，就遮住咗，就遮住咗邊個位咧？就遮住咗個人字同埋和字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同埋個人字，係啊，係。咁啊，變緊咗咧，中華民國萬歲！咁啊，喺10月10日嗰一日咧，就去影呢張相咁樣咯，係啦。咁啊，但係咧都冇人冇去扶啦，捉唔撚到佢啦，係啦。嗱，我又咁樣睇嘅，超哥。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我睇件事嘅 angle 咧，你梗係唔可以喺10月1日即場做啦。我話嗰日就好撚多 CCTV 同埋好撚多公安啫嘛。唔係，我哋即刻 po 上去，跟住有啲人去做。咁啊，玩耐咗件事噶啦嘛，系系嘛？依啲咧系玩一次嘅啫，即系又或者咧，佢都唔使入境噶都。你或者咧，你下一次咧，你去玩嘅时候咧，都唔会系喺十月嘅时候去做呢个动作咯。你明唔明？系即系十月佢就佢就更加要加强个巡逻啊、监视啊咁样咯。即系10月10日嗰日就一定系会好紧张。又或者你喺度睇影相机，影相又好，用手机影相又好。可能隨機有啲便衣公安嚇，即係估到你做依一樣嘢，係嘛？睇個位個角度，佢走嚟抽查，咁你就會好頭痕嘅，要你跌啲相啊，或者罰錢啊。尤其是而家你中國，如果大家有睇攞香港 Morning Glory 就知道啦，佢而家巧立名目，係人都拉去依一個嘅派出所拘留所，就罰錢，行政拘留係嘛？如果你唔想行政拘留，就俾罰金。咁你都諗到呢班友仔，即係而家都會好水緊啊，咁你就要小心依一樣嘢咯。先講一樣嘢我就覺得幾 witty 嘅 ，OK。咁但係實情你都知道佢嗰個地方係咁嚴密監控啦。如果多啲人去做依一樣嘢嘅時候咧，咁你迫於無奈咧，佢哋班友仔咧就一定會嚴格咁樣去抽查啲遊客，佢哋影咗啲咩嘅嘢，又或者有冇懟中指啊？譬如阿刁鐘你上大陸就死得㗎啦，即係走去懟即係呢一個嘅嚇係嘛？即係毛澤東嗰度又舉隻中指咁啊，屌你老味咁啊，就又俾人哋周鳩佢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佢如果多人玩興咗佢咧，就會有機會佢會變咗會做抽樣同埋調查同埋依個監控咯。係啊係啊，因為佢如果譬如好似咁講，呢個就應該係佢事後先 post 翻嚟，即係翻咗台灣先 post 出嚟啦。咁所以佢梗係唔會喺大陸去做呢樣嘢啦。我係佢啊，我將幅相啊。即時掟翻翻去台灣先，即時 delete 咗佢添啊！屌你譬如啊，然後翻去喺台灣之後，接 upload 翻。哦，係，即係唔好 keep 住咁樣。唔好 keep 住，即刻上雲端係嘛？即時喺手機度 delete 咗佢。係啊，不過大陸上唔到雲端喎，係嘛？上唔到㗎，有機會。如果你過相嘅時候，中間俾佢屌你拉撚，即係拉咗張嘢落嚟，俾佢睇撚到你都大撚鑊㗎。係啊，佢哋唔可以用啲網絡監控係咪先？冇錯。咁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變撚咗咧。呢、這個咧就成為少少，即係話啊，啲人都去仿效啦，或者係即係話啊，你好夠吉屎咁啊，睇下有冇其他人咧都會去做。我啊覺得咧就即係我唔會話建議啲人做定唔做，因為咧其實你唔使知道你好似頭先咁講喺場內，屌啲即係公安癲噶嘛，係咪先？屌你為咗即係去攞翻一官半職，咁所以咧就，但係我又覺得咧好似咁啊，就遲啲會變咗，即係天安門咧就一個好似北韓一樣。即係你要係要去實名制登記先可以去呢一個地方影相啊，跟住咧就係、是、走嘅時候咧就係、是、要 check out， 咁啊要睇曬你手機睇曬啲相機啲相，跟住先 pass 先可以俾你走咁樣。你哋唔准帶手機入去 ，OK？ 有個 locker check 曬，收你錢。係第一，第二，你要影相咩？沒問題，無問題。我哋有服務員，我會有呢個照相機。帮你去拍照，系嘛？每一张100块钱人民币，喂，梗系咁样啲啦，水啊，系咪啊？啊，冇谂错啦，呢、這个都系非常之好嘅方法。梗系啦，首先我 locker 收咗你嘅手机先 ，OK？ 咁啊，问你攞钱租手机系嘛？然后第二样嘢就即系你班友仔去影相嘛，用我哋专属嘅呢个摄影师啦。咁啊，北韩化呢样嘢咧就。好啦，即係我覺得遲早就一定會噶啦，因為你玩到太盡咧，呢啲嘢即係大陸都唔會放過你噶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台灣嘅朋友咧，即係去或者香港嘅朋友去呢啲地方玩咧，我又覺得其實你做呢啲嘢對個政權嚟講咧，其實仲冇乜嘢嘅，但係即係呢個幽默有機會帶嚟危險咯。我其實最緊要嘅嘢看賊不兩立。
君子不立危牆，亦不絕足，絕不踏足匪國。即係我去依個地方裏面，你就要賺到我嘅錢。我而家我一蚊都唔夠俾你賺，係嘛？我影個張咁嘅相，即係又代表咗啲咩嘢咧？你真係嘅勇氣就攞嚇，即係攞呢個 sniper gun 懟冧習近平啦。咁你咪搞掂咗民族英雄咯，啱唔啱啊？咁你喺度咁影張咁嘅相，習近平仍然冇動一條嘅分毫嚇、啊。中國中華民人民共和國係嘛？即係亦都喺度屹立不倒。你個中華民國亦都未反攻大陸。系嘛？咁影啲相，我又冇乜特別嘅，即系依一個嘅好，即系有用嘅實質嘅一個嘅用處咯。嗯，系啊，咁啊，所以就變咗咧，呢單嘢就少少啦。台灣就即系大家自嗨啦，因為啱啱自嗨打飛機嘢咯，打飛機打到俾人哋周鳩咗，你就冇撚印啊。所以我自己覺得，不如唔好撚上去，好撚過啦，上去把撚咩？唔使使個即系再過去玩噶啦，即系佢都預撚咗啦。咁啊，只不過大家係喺呢一個所謂叫雙十，即系節國慶，台灣國慶咧，就因為可能呢一期咧就賴清德嘅言論咧，咁啊令到佢哋嘅國民咧就有一啲自嗨啦，即係我哋中華民國就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祖國，係玩得咁兩個互不隸屬，亦不係你從屬，即係即係玩得到屌咩？即係國民黨又即係藏版嘅出代，因為即係始終中華民國咧就係、是。即係國民黨嘅其中一個金漆招牌嚟噶嘛，咁你而家共產黨就話啊，中華民國已經係歷史嘅一個，即係已經係一個歷史嚟噶啦，即係唔撚存在喺現在嘅。咁你而家即係國民黨點樣？我心諗喂大佬，我啊幫緊你共產黨做嘢，你而家點樣？你咁樣咬鳩我腰係咪先？我點撚有算好咧？咁啊呢單嘢都幾好笑嘅，咁啊變咗就咁咯，啲朋友。咁啊，但系即系啲人都有抽查翻咧，即系有亦都即系另一單咧都好笑嘅。咁啊，抽查翻就係話啊，咁其實大家記唔記得咧？我哋有一個香港藝人咧，曾經咧都係為個即系台灣呢個國家咧，即係所謂叫做表演過，甚至乎咧佢哋都曾經講過就係話只要咧即係我希望都每一年咧都為國出嚟係啦。咁啊係邊個國咧？就係為台灣國出嚟。咁啊，你記唔記得邊個啊？啊，田海華。田海华嗰阵时，田海华嗰阵时沟紧个台湾妹噶系嘛？系啊，好似系啊，系啊。嗰个咩余可欣啊嘛，系咪啊？田海华嗰阵时咪有台湾妹，系啊系。跟住嗰条女，即系冇乜嘢特别嘅娱乐圈嘅建树，佢唯一嘅喺娱乐圈嘅成就就系食捻个田海华啊嘛。就食捻咗刘德华。系啊，跟住住乜捻嘢报道，佢都系攞阿田海华嚟讲噶嘛。即系又话佢性能力得唔得啊？又话佢温唔温柔啊？总之，田海华同佢嗰啲嘅过往啲温泉嘅嘢，就系佢爱嚟曝光嘅一个嘅卖点啊！我唔知系咪嗰个时间咧？唔知系咪啦？但系总之记得嗰时就有个台湾女朋友嘅佢。系。喂，你点啊？你又喺我后面走过嚟，有又喺度特别出现呢只手走出嚟，又系嗰一种天安门啊！系啊，喂，佢企喺后边喺天安门啊，小泽挥手。不过系余海欣啊，哇，真系见到样子，其实嗰阵时已经屌你有少少老态龙钟噶啦，即系有少少老女人食小鲜肉嗰种 feel 噶啦。咁啊，即系嗰阵时咧，就刘德华就31年前，应该嗰阵时应该30岁左右啦。31年前，你已经2024，佢应该60几啊嘛，三十岁咯，廿到蚊30岁啦。最红嗰个年代嚟嘅，因为是四大天王，即系咩独自去偷欢啊，即系嗰个年代嚟嘅。咁所以咧，佢去呢个中华民国嗰个国庆表演嘅时候咧，其实就好捻受欢迎嘅。即系同埋嗰阵时仍然都系90年代咧，即系所谓叫做香港啲演艺人啊、歌手啊，会去台湾搵真金噶嘛。嗰阵时屌。边捻到轮到你去大陆揾捻得？屌咗大陆仲系一个荒芜之地嚟噶嘛？冇错，30几年前，即系八九六四冇几耐，系嘛？系啦，即系香港啲厂家都仲唔知打开始带头上去开始起厂未？嗰阵时啲人仲要由东莞玩捻到去蛇口，蛇口玩咗落深圳，你仲记唔记得？所以即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呢单嘢咧，我又唔觉得系黑历史嚟嘅，咁啊，只不过。咁佢轉緊咗態啫，邊度去咯？係啊，即係佢話，即係當年佢亦都冇諗過，即係中國可以或者咁講就係、是、去到而家所謂叫做即係
所謂嘅咁撚強大啦，所謂嘅咁撚有錢啦，咁所以佢即係佢而家就變成咗一個真係藝人啦，即係偽裝嘅藝人。咁樣講，你作為一個嘅藝人，其實同繼續雞冇乜太大嘅分別。邊個俾撚咗錢錢撚你個銀碼啱使嘅，咁你就 offer 你嘅一個 entertainment service。是吧，咁如果台灣嗰時係請你去嘅係 under 一個嘅 working contract， 叫你過去表演，真金白銀請你嘅，咁我係覺得即係無可厚非嘅。即係你呢排寫上大陸，你要食飯，咁啊你要賺大陸人嘅錢，咁我覺得都亦都無可厚非嘅。OK， 即係當然有所為有所不為啦，我就唔賺呢啲錢啦。咁你賺咁會有你咯。但係個問題係咩嚟咧？就係、是、你上撚到去大陸，又或者你過去台灣嘅時候，如果你喺度玩表中咧？嗯，咁就好肉酸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又讲得到自己系中华民国嘅国民咁样，你即刻调翻转，你就系伟大嘅中国人咁样，咁你想点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咁但系你要明呢一期咧，即系大陆咧，其实早呢段时间咧，其实已经全部要去大陆揾食嘅香港艺人或者系台湾艺人咧，都要签晒一啲类似即系政治正确嘅contract 噶嘛。如果唔系咧，你就要赔得到閪冧噶嘛。譬如你一定要在國慶的時候，即是十月一號，咁你係要即係好似阿康仁咁樣，即時就話咩中華民中華國，我愛中國，即係咩？係啦，感受中華，感受中華，我愛中國，即係啊，貴噶嘛。譬如好似另外阿林依晨嗰啲就話，我係成都人，即係我祖先我阿爺三代都係大陸人。咁譬如或者好似阿林心如。他哋有啲就係譬如要幫手唱嗰啲咩明天會更好啊，即係嗰啲即係祝大陸即係萬歲啊，即係一撚定要做呢啲嘢噶嘛。咁你係可能香港人其實慣咗，即係我覺得以前我哋香港睇到啲藝人翻大陸其實就唔太大問題嘅，但係而家始終可能台灣同嗱呢啲以前唔係咁樣分析咯。你第一有一樣嘢。台灣人呢如果要向中國獻媚呢就會在賓州的。是啦是啦。香港藝人呢你讀原則上呢你已經被人食滑了。你的主權被人收鳩了。你如果不是好像我這樣我走了或者很小個已經不是香港人呢，那我揸外國護照的呢，那理論上你都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區的一個的中國香港人。那所以呢你在個問題上你去決定愛你的祖國又不覺得很突兀的，因為你如果你選沒什麼得扭啊，這件事是啊，因為你的問題是你一是選擇你不能出聲的啫，是吧，那你真的頭耷耷做人，但是你這樣去做呢又不怪得太錯你的，因為有些人真的不能排除，即是彎撚了喜歡做藍絲喜歡愛國，他覺得這個國家很有榮耀的嘛，對不對，那你突然之間你如果有個屌你老闆死鬼何國榮，他是澳洲人來的，如果他突然之间屌你老味系有个澳洲，佢揸紧住个澳洲 passport， 系唱紧澳洲国歌，着紧嗰啲又黄又绿嗰啲嘅澳洲战衣去打不比嘅，屌你老味系你中国生日嘅时候，突然间识翻何国荣，真系唱呢一个嘅祖国万岁歌，你系咪觉得好突兀啦？唔肯妥噶嘛 ？Likewise 死台湾嘅艺人，你揸紧住本中华民国嘅一个嘅护照噶嘛？你系中华民国人嚟噶嘛？你唔系唔知道你个国家而家同中共系乜捻嘢嘅关系啊嘛？做乜捻嘢国啫？是不是啊，是你这是卖国行为来的嘛，啱唔啱啊，即是你中国人，你中国香港艺人已经好像奔州的，你真的屌你不屑一顾，他们班你们撚样为一寨人仔，屌你有香港人撚认是吧，走去做追一个的中国香港人，屌你老母，但是大家互屌的时候他说什么啫，我是中国人来的嘛，我真的忍住中国人民共和国给我们的特区护照，我真的是个中国人来的，你吹他不撚像的嘛，啱唔啱啊，但是你林心如又好，或者你那些屌你老母黄安又好，你揸緊嗰本係中華民國嘅護照，你係台灣中國人，你台灣人嚟噶嘛？你講真，而家係冇台灣係冇中國人，得台灣人嘅啫，或者中華民國國民嘅啫嘛。中乜撚嘢國人啫？中國人得一個世界有嘅就係叫屌你老尾嗰只雞個地圖嗰個啊，嗰啲叫中國人啊嘛。我哋叫華人啊嘛，知唔知道啊？你係去咗澳洲裏邊生活嘅華人啊嘛。Asian 係亞洲人，你搞清楚華人。係。OK， 我哋叫華人，即係我哋加拿大嘅華人。我是不会认我做中国人的，是吗，只要你那边，那你马拉那些屌你的黄明志那些叫什么，马来西亚华人嘛，屌你那边，是那你在新加坡那些屌你那边李光耀后人那些叫什么，新加坡籍华人嘛，我们是华人来的嘛，屌你那边，现在你走去跟中国台桥，
有台灣人你唔撚做，台灣華人你唔撚做，你走去做中華人民共和匪國嘅中國人，你有幾撚賤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賤呢個嗱，個 difference 喺依度啊，趙哥，你要搞撚清楚，唔好亂咁認個中國人。嗱，你香港人你揸住本特區護照，你迫於無奈要認你中國人，你都冇計，因為中共蝕走個國，霸撚咗個地方，因為未復國，咁你都仲係做緊中國人，冇撚計啊！我哋嘅族裔就叫華人，華人講真唔係中國人，中國就係等於中共，係切割咗噶啦，已經千祈唔好撚認自己個中國人，搞翻清楚。嗱，應該咧，我記得啊，嗱，如果冇資料上冇錯咧，其實以前我哋都有個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咧，都係有華澳洲籍嘅中國香港人嚟嘅，就係馬英國。I love fucking Chinese.但係都仍然咁樣愛國，我真係覺得好撚奇怪呢啲就。冇撚錯啊！咁我愛國係愛楓葉國噶嘛，我宣撚咗誓噶啦嘛，我見撚咗英女王屌嗰陣時，嗰陣時要效忠女王同佢後人噶嘛。咁你屌你又俾你入咗籍，屌你又俾就係你變撚咗加拿大人噶啦。我只不過華裔嘅加拿大人啊嘛，講撚完或者香港籍嘅加拿大人啊嘛，係嘛？所以你所以嗰個層次咧，你話阿温兆倫啊、阿世圭啊。陳小春啊，依就係個撚樣。如果佢真係冇外國護照嘅，咁佢真係可能係好撚中意中國。我都屌你老味，係情有可原，屌少你兩棍。但係你呢個台灣藝人咧，即係你揦撚住本中華民國護照咧，認你做自己做中國人咧，你哋即係就好撚賤。係啊，即係冇辦法啦。所以賴清德咧，其實依個兩國論，即係祖國論咧。佢其實就係個最主要嘅根源，就係屌緊嗰扎咧出賣國家利益，走去投靠中國賺人民幣嗰扎嘅屌你老味嘅台灣藝人。因為啱啱咧，可能吳康仁咧都算係喺台灣嚟講咧一個即係好出色或者係一個好有名嘅藝人啦。咁佢就啱啱佢就加入咗嗰、那個即係大陸嗰、那個經理人公司。咁啊，所以咧即係阿賴清德咧，其實嗰句嘢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邀一邀呢一班藝人嘅，即係話嗱，你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咧，係冇撚所謂嘅。但你話祝祖國生日快樂就屌撚到屌撚到你。係啦，即係你譬如你祝中國生日快樂咁其實譬如你喺個位跟食咁，我都算鳩數你啦。咁但係據稱咧，其實佢今次阿賴清德嘅矛頭就唔係淨係指證啊吳康仁嘅，咁係屌邊個咧？有個叫阿吉仔啊，叫個阿叔。哦，係啊，即係嗰個坐輪椅嗰個好似有少少殘障嗰兩樣。嗱。做華人嘅一個藝人咧，嗰啲 integrity 咧，其實點解成日就話藝人就棄子就無情就係廢物？嗱，依個就係只可以 apply 喺華人嘅演員嘅 DNA 上面。嗱，你有冇睇過嗰套戲叫做 Oppenheimer？ 冇。只一你有冇睇好似三個幾鐘頭睇喺度暈咁樣，就係講原子彈之父噴爆嗰個啊？係啊，所以我冇睇，我一睇到三個幾鐘頭。你我真係話俾你聽，你都唔肯翻英文學校學英文，你嗰三個鐘頭啊！你完全由頭都聽唔撚明佢講緊乜撚嘢落尾啊！嗰啲英文冇字幕真係好撚難搞噶，係嘛？咁我都係聽得七成啫，屌你！好啦，咁嗰個主角叫做 Killian Murphy， Killian Murphy 咧係一個個愛爾蘭人嚟嘅 ，OK？ 咁你都知道愛爾蘭人同英國人有啲咩問題啊？哦，即係佢哋兩邊都係有啲打交㗎嘛？即係嗰啲咁嘅，係啦係啦，係啊，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英國人就好想收編愛爾蘭噶嘛，咁但係又不愛爾蘭噶嘛，係嘛？咁你即係佢有愛爾蘭共和國噶嘛？我哋而家好推崇備至何詩蓓個爸爸咪愛爾蘭人嚟嘅咯。咁佢屋企有人係當政啲，唔知叔公啊定係邊個？好啦，Killian Murphy 咧，我記得有一篇我文章我睇過嘅咧，點解啲人咁尊敬佢咧？即係覺得佢好有吉事咧？就是、有一次在、我唔記得咗邊套電影嘅一個嘅首映禮啊，咁嗰陣時咧就有英國嘅皇室咧就探班，咁啊所以咧成排嘅演員咧就企定定喺度，咁啊佢就冇同個皇室係握手嘅，咁而咧佢就將嘅雙手咧就擺咗喺個褲袋裏邊，嗯 ，OK， 阿超哥你知唔知點解？因為當時英國人咧鎮壓愛爾蘭咧，見到啲友仔咧擺個手在个裤袋里面呢就怀疑他有枪就要打死他们的。哦。
咁佢做翻呢個動作咧，就冇忘本，冇係因為佢今日咧就要賺錢拍戲，或者係賺咗一啲嘅 frame 嘅名譽啦，wealth 啦，咁啊即係要賴啲嘅屌你老母權貴啊，建制啊、皇室啊嘅鞋。你屌你老味閪！如果你嗰個係習近平喺度，屌你老味閪！冚家產同你班咁嘅外國藝人喺度，屌你老母揸把，個個都蝦巴咁樣樣啦，啱唔啱啊？咁就係阿 Killian， 嗰時係楊千嬅鋪埋去握手啊嘛。係啊，咁就阿 Killian 就直情係將雙手插緊咗個褲袋裏邊，就保持翻一個愛爾蘭人面對英國人或者英國權貴皇室嗰個嘅抗議嘅依一個 gesture。咁你諗下啦，唔係你得罪皇室喎，係嘛？但係人哋有冇？屌你老尾俾面過佢皇室咧，係嘛？所以冇話即藝人唔係全部屌你老尾唔撚可以講立場，唔可以講屌你老尾價值觀，尤其是喺外國裏邊藝人嗰個嘅價值觀同埋佢嘅取向嘢好重要。你就係睇睇呢一個 Donald Trump 同埋何錦麗呢個競選，大家都好似爭啊！屌你老尾係啊 Taylor Swift 得到 Taylor Swift 得天下咁樣樣，就點解？因為嗰個當個藝人去支持你，佢代表咗某一種嘅價值，嗰啲 fans 係會認同。其實就好撚緊要嘅，咁你睇到我哋啲華裔屌你老母嘅呢啲嘅屌你老母嘅藝人，係嘛？你就會覺得係咪好撚賓州？係嘛？無論你海峽兩岸三地，其實冇個真係真正正好撚似樣啊！即係而家你話，有阿妹姐喺度就一定係唔會咁嘅。我其實都唔敢100% 寫包單嘅，即係只要一個人死咗，即係只要死咗就最好啊！家居阿哥哥。係嘛？嗰啲真係走咗就大家冇一啲估嘅，即係當佢哋唔會咁解嘅。唔係佢嘅時間停留咗喺佢離世前嗰個位置，你就好難講就係佢之後會點樣噶嘛？你冇得推斷，冇得推斷嘅。所以咧，即係我依個故仔講俾大家聽咧，嗱好多人就話：哎，人揾錢啫，乜乜柒柒咧咁樣。但你睇下人哋外國係嘛？人哋一啲好 top notch 嘅藝人攞曬奧斯卡又成成，但係人哋會唔會為撚咗要揾錢或者係某一啲嘅？的功利啊，而放棄佢自己一啲嘅個人嘅 belief 同埋一啲嘅主張或者身份認同，大家就好清楚啊！阿超哥，你可以揾翻嘅有呢張圖嘅，或者我依家我幫你睇下，你揾唔揾到啊？好，好，好，好。咁啊，講下另一個啦。咁啊，話説咧，呢期咧有兩單咧香港嘅，因為三單啦。咁我哋講其中都講啦。咁啊，有一個咧就係啱啱前兩日咧就係講就係有個新聞咧就係講話九龍殯儀館就開放日嘅。咁啊，我又覺得其實都幾特別喎。呢、這個即係佢就話我覺得做得好，係啊係啊，其實做得遲啲嘛。講真，超哥，如果有啲咩逃人申請，呢台走啊，小集都唔知點樣幫你搞後身後事，係咪先？我都有朋友喺呢邊做呢啲嘅，咁啊都 OK 嘅。你明唔明？熟啊嘛，大佬，冇人會識呢一樣嘢啊嘛，啱唔啱啊？係。佢呢個開放日咧，就我又覺得佢做得幾大壇，亦都咧真係做得幾好啦，因為嗱，第一，即係你問我喂，佢係咪冇生意啊？先做呢壇嘢，我又覺得唔會嘅，即係九龍殯儀館，屌日日都有死人啦，點會冇生意啊？照計冇理由翻曬大灣區消費，連死人屌都出品都翻大灣區㗎。唔係，屌唔撚通，屌咩？即係深圳殯儀館都真係不想消費，屌你連臨終都要不想消費，咁撚柒喎，係咪先？冇撚可能㗎。喂，真係唔係出奇喎，都係點解咧？大陸裏邊有地大物博，你真係揾骨灰庵啊，揾屌你咩土葬啊，唔係難喎，同埋價錢平好多喎，即係可能真係死翻上大陸嘅喎，真係會，即係死翻上大陸。我唔想知呢個就未聽到啊，有嘅話睇下大家會唔會講俾我哋聽啦。咁啊，但係嗱呢一個咧，佢就成日 hold day 咧，就係即係冇白，即係冇其他家屬啦，或者冇其他人去做即係做法事嗰啲嘅。咁啊，將成個場咧就係包裝好曬，就好似一個展館咁樣嘅。咁入邊咧就有一啲棺材啊、打齋啊、一啲悼念啊，甚至乎有啲照片啦、啊，或者一啲紙扎嘅嘢啊、供品啊，即係佢就成個流程，亦都會有個類似係邀請咗一個台灣嘅遺體化妝師，咁啊嚟講述一下，即係為咗一個先人離世嘅時候，我哋點樣安排幫佢做一個打包啊。即係化妝啊 ，K 歌啦，咁啊，即係咁啊，都咁啊，佢哋都邀請咗類似一個民間團體，咁啊搞呢一個所謂叫做 Open Day， 咁我又覺得其實都幾特別嘅，即係當然啦，你話係咪一個好恐怖嘅地方咧？即係呢個就睇下你自己個感受啦。咁但係佢呢個開放日咧就係喺日頭嘅，即係日光日白啦。咁啊都做得幾好嘅，我自己覺得係都幾精彩。其實有幾樣嘢嘅，我覺得係好嘅。第一咧，即係你隨住香港嘅人口老化越嚟越嚴重啦，即係換句話講，我哋死嘅人比出世嘅人多啦。
咁、嗯、即係每個人都有機會咧，幫自己嘅親人咧，就會辦理一啲後事。咁如果你講真，殯儀業咧，俾人哋一個感覺咧，係最唔 OK 嘅地方，就好似好撚嗰啲叫咩撚嘢咩作業啊，黑箱作業咁樣啊，你唔知道佢嘅運作係點樣，可以平可以貴，係嘛？即係好唔透明嘅。即係一間佢揾笪地俾你，或者又會噏個價錢啊，定係揾個棺木俾你，又係點啦？咁啊，即係揾破地獄啲師傅又係點啊？咁樣即係餵你好似一頭霧水，究竟係點咧？你嗱，你好似整得唔妥當，或者整個錢使得好撚寒酸嘅時候，又好似對先人又不敬，但你又覺得屌你老味都走撚咗，留翻啲錢俾我，屌你咩冚家產買舉例內嘅 DVD 好撚過啊！屌你老豆係嘛？你留翻啲錢俾我啦！咁啊，即係小集啊！屌你餵你俾我真係食鬼咗好過啦，超係嘛？咁你可以使得少又好寒酸。使得多或者系觉得系咪应该要洗一样嘢咧？系咪个价钱系要咁样，系要咁样嘅洗法？我自己觉得就有少少好似几海鲜价浮动嘅感觉。咁但系一唔透明啊嘛。但系如果多啲知道佢个运作系点，哦，原来我哋要做死人化妆嘅，死人化妆咧，如果我老人家即系走嗰阵时咧，身体唔系好好，或者住医院都住咗半年啊，个人就好憔悴啊，咁样啊，点样去化翻佢丰满啲啊？点样要做啲咩嘅嘢啊？几多个钟头啊？如此类推。又或者一個唔覺意係嘛，即係有麥美娟又唔係麥美娟啊，邊個阿蔡若蓮嘅仔又跳一個嚟，係嘛跌到爛撚曬，點樣執翻個頭黐翻佢，咁之後重塑翻個頭型啊，如此類推，係嘛？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嘢會話俾人哋聽噶嘛。咁啊，今日醫治又點準備啊？係嘛？那個流程會係點啊？我哋係天主教㗎，天主教唔使驚，我有天主教嘅呢一個嘅儀式。啊，基督教又點？係耶教又點？係嘛？即係佛教啊。咁我覺得係透明咧係一件好事，同埋講解個多啲嘅呢一個嘅流程啊。好似譬如話，我哋嘅竹星仔阿 Andrew 阿油頭哥，即係佢都知道呢單新聞啊。佢話啊，佢哋喺個靈堂裏邊去播歌，係咪做結尾要做 part 破地獄㗎？咁樣咁話唔緊係個個都要破地獄㗎。即係習近平就一定要破地獄，佢罪孽深重，係嘛？李家超嗰啲一定會破地獄，係嘛？咁但係董建華可能唔使噶嘛？董建華多福多壽，你睇下佢喺陽間裏邊嘅日子要做住幾耐？死都仲未走，仲未走，有排啊？係嘛？係喺陽間裏邊要受夠差唔多啦，咁啊陰間唔使佢點受，咁就可能唔使破地獄噶嘛？咁佢都唔識㗎，但破地獄你知唔知幾時要破地獄啊？我唔知道，我有去睇過嗰啲工人去到臨尾守夜前啫，前一段時間就離了啦嘛。屌你老味！我做咗咁辛苦之後上集，做一集攞講鬼故，講破地獄，一個你，一個屌你老味，由頭哥兩個都唔撚睇，你兩個就即係我同你破地獄啊！話俾你聽，真係我同你兩個破地獄。唉、快啲講啊！屌你老味，真係一個二個真係離曬譜嘅，真係我做得咁辛苦，屌你含辛茹苦啊，真係。你破地獄咧，係要計。你講住先，你講住先，我聽緊嘅。你要計一計咧，你哋嘅生前嘅罪孽，譬如阿超哥，即係呢一個嘅叫雞唔俾錢，唔俾小費，咁咧佢就罪孽深重啦，係嘛？呃啲妓女，咁就有機會咧，就即係個罪孽太深咧，就會跌落十八層地獄。咁你要做一場破地獄嘅儀式，就令到你喺個地獄裏邊咧，就即係逢關過關，順利咁樣出翻翻嚟啦。偉哥雖然佢唔叫雞喎。但佢罪孽都深重噶喎，因為佢餓撚死曬啲雞啊嘛，咁佢唔叫雞餓死曬啲雞，咁佢罪孽深重啊嘛，咁啊偉哥亦都係一計計啊唔得，屌你咩阿鼻地獄啊，好撚罪孽深重，咁要幫阿偉哥破地獄喎，阿迪操都要破，迪操直情屌你老味，佢就地獄裏面永不招生啊，嗰個信士啊一計完就到，唉算啦，唔好撚嘥錢啦，有佢喺地獄受。咁呢排嘢就即系嗱，佢就都几犀利嘅。咁啊，开咗一日啫。咁啊，但系佢之后会唔会再有咧？我即系唔敢讲。咁但系咧，佢就话嗰单净系单日啦。呢一个活动咧，都已经有差唔多一千人啦，就去参与呢一个即系所谓叫做接受生死教育嘅一个。好啊，好似即系同埋咧，喺华人嘅世界里边咧，死亡呢一样嘢好忌讳啊。即系譬如你再生嘅时候，你又。唔敢同啲仔女講，又唔知道你嗰個取向係點樣，係嘛，超哥？即係你究竟要封光大葬啊，定係又話要撒骨灰落海啊，定係一定要土葬啊，定係點？咁喂，超哥，你話唔係啊？阿小集，我走嗰陣時咧，你幫我 call 俾阿媽咪，十九組全組啲女嚟幫我守夜。老豆咁玩到咁大，
喂，走啊嘛！屌你，先生，我獨行不必相送啊嘛！你都送一送先咁啊，話即係大家啲阿的操又嚟，阿偉哥又嚟，咁啊跟住咧就十九組就依一度，咁啊依一個桑拿裏邊咧嗰啲二十五啊、十八啊、八啊八啊、四啊八啊、三啊八啲全部 warm up 曬嚟，哇！阿爸計計條數 ，You must be kidding me, so expensive, who got the money？ 咁咧仔就會一早就打殘咗你依一個 proposal 啊嘛。你要求緊期啦，喺醫院直接上山算啦。我咁多，畢業官都唔肯去。喂，而家有未接觸人係直接喺醫院上山畢業官都去㗎？我都有啲聽過嘅，係。係啊，即係喺個殮房嗰度就講幾句，咁啊跟住就上山。上山㗎，有啲人係咁樣㗎嘛，咁即係簡單啲。咁但係冇乜所謂嘅，死者意願，死者中意咁樣就點？你中意好風光都冇問題嘅。靈堂裏面全部都係越南運空運過嚟嘅玫瑰花。冇问题嘅，超哥，但系睇钱啊嘛，咁但系啲后人就要同啲鸡搵一把，咁样你真系玩鸠我哋两个啫，系咪先？咁就梗系啦，即系先人，即系好似即系嚟已经嚟咗世嘅时候，咁呢啲数梗系即系后人要俾啦，系咪先？系啊，又或者佢留低吓六个零嘅积蓄，咁佢啲仔子侄就会觉得哇，阿爸你唔肯两跑玩到咁卵尽，六个零使捻晒，我冇钱俾我喎，咁跟住会重敲咯，啲子女噶跟住就喺度。咁點啫？留低係咪一定要俾你嘅啫？點解阿爸用曬佢咪用曬佢都未有去嘈交？但係早啲傾定曬，又或者你自己仲在生 arrange 好曬啦，俾曬 package 錢啦，係嘛？咁我諗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咁啊！呢一單所謂叫做開放日啦，或者叫做咁啊，我又覺得算幾成功嘅。咁但係另一單開放日咧就好壞參半啦。咁啊就係呢一個所謂叫做將之前呢個《九龍城寨》啊呢套電影嘅一個佈景咧，其實佢呢個佈景版咧，或者呢個場景咧，就係重新做過曬嘅。咁啊，就係擺咗喺呢一個香港機場嗰個客。我唔係好明點解擺喺機場度啊，超哥。佢話吸客啊嘛，佢話希望即係將呢嚿嘢就令到咧好多遊客咧就係可以都黐鳩線，坐飛機嚟睇。我如果我搭飛機落嚟睇下，跟住屌你老尾，啊得搭我下班機走啊！你明唔明啊？我嚟到，你會唔會你自己旅行都咁多次啦？你會唔會喺成田機場裏邊睇下佢哋有啲咩嘢，或者要食佢一定要入去食佢嘅拉麵，又或者佢一定要做啲嘢先？嗱，通常我哋一嚟到。就即刻佢攞行李，攞行李之后就飙行去搵车噶啦嘛，去酒店啦，鬼咁攰。系啊，你约咗第九组嗰个啦嘛，系咪先？系啊，已经抹晒噶嘛，大佬，屌再唔去食个饭之后，夜晚屌冇晒噶嘛，大佬系咪先？系啊。咁你走嗰阵时候，你归心似箭，或者你迟到咗，一 check in 完不飙入去食。咁捻多行李系咪先？系啊，你要捻咗六件行李，仲要搵埋我，即系我同你如果有机会去嘅时候。我想去九龙城寨嗰度睇你六件行李，我就要陪你去。去完之后，搞完之后就迟到啊，又要去 boarding 啦。我就唔记得还 WiFi 系嘛，咁啊又要边有时间心情去啊？系咪？冇捻错啊！咁你摆个机场度，我系好唔明点解摆个机场嗰度咯。佢就应该咧就系、是、吸纳咗之前好似成田机场啊，就系、是、有一个三樓嗰度咧，我之前我上次因為我轉機咧，咁啊去到嗰度就係有一個類似京都嗰啲，即、就、係、是、一個舊 design， 咁啊但係人哋就係將個 design 咧就係模仿到一個舊日本嘅一個城，但係咧就係入邊就係有啲商場、有啲活動，咁啊整得好靚咁樣嘅，咁啊但係咧佢就或者佢想參考呢樣嘢啦，咁啊但係咧就變咗係參考咗人哋少少，但係咧又做唔到，因為佢就淨係得個佈景板。但個報警版咧，其實就冇乜消費能力嘅，即係你周邊冇一啲產品，譬如話啊，有個咩九龍城寨嘅歷史嘅內容，純粹就係話呢一套電影，咁佢就係話希望咧，而家香港呢套電影咧，就能夠衝出亞洲，衝出國際，希望去到其他國家上映嘅時候咧，就令到好多人咧想嚟香港呢個地方咧。了解一下九龍城寨到底咁嘅，你拆撚咗點去了解？拆撚咗係咪？下次你擺喺黃都戲院裏邊拆撚咗，不如嗱，下次再玩再盡啲啊！成間珍寶海鮮房起印翻你嘅機場裏邊啦，笨賊。係啊係啊，即係半解咁啊！就算係啊，你擺喺個候機室，即係喺邊禁區裏邊啊，我都仲話你有啲計，因為你有啲人搭飛機唔係好似我哋同你咁計到。
揼含30分鐘我要轉機嗰啲嚟噶嘛，或者你可以你上次去台灣咁樣，你咪好可憐嘅，我就轉機就去日本啦，過夜啊嘛，你就要喺個機場裏邊，好似阿 Tom Hanks 咁樣喺個 terminal 裏邊，我勾勾人哋喺度打緊籃，你自己呢個候機室裏邊唔知做乜咁樣樣啊嘛，係啊，係嘛，除咗條褲去玩啫咩？又或者去杜拜咁樣啲 international hub， 嗱你去非洲又去杜拜轉機，屌你去歐洲又去杜拜轉機，你去曼谷又去杜拜轉機。咁好撚多人去就係嗰個地點裏面24小時都咁撚旺場嘅。咁你擺正喺個候機室或者 sorry 你喺個禁區裏面嘅，其實我又覺得又 OK 嘅喎，係嘛？咁但係你究竟你香港機場有幾撚旺先至 number one 係嘛？第二，你如果你唔係擺喺個禁區裏面，就好似我都唔諗明有冇人會戇居居已經好撚眼瞓或者落機要諗住去梳洗或者去賓州醃到温痕。即係去酒店裏邊要沖涼噶啦，係嘛？我會唔會咁樣樣走去喺度同你睇？我覺得有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咯。仲有而家咧，佢嗰嚿嘢咧，類似係即係一個三面台，即、就、係、是、一嚿立體嘅嘢，咁有三邊咁樣啦。即、就、係、是、一個咧就係佢阿龍捲風嗰、那個髮型屋啦，咁另一個咧就係佢個茶餐廳，另一個咧就係個阿林峰嗰個街景啦，即係話睇到個老母跳咗落嚟嗰個後巷咁樣啦。咁但係嗰嚿嘢又好搞笑嘅，佢又做到好 detail 啲嘢，即係你其實我見有啲記者咧用近鏡去影咧，即係譬如啲嘢就做到係好似80年代咁啊，有好多舊嘅牌子，咩萬寶路啊、健怡啊、黑力奶粉啊、K Cola嗰啲啦。咁但係嗰嚿嘢咧係圍攬住，即係有啲繩嗰啲咧唔俾你下去嘅喎，咁齋睇。佢驚佢一個俾人哋破壞啊，破壞王啊，尤其是你啲不便落嚟嗰啲友仔咧。嗰陣真係好鬼死大殺傷力武器噶嘛，係嘛？係係係。咁佢驚佢好快就整爛曬就冇啦。係啊，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有嘅時候你又唔識珍惜係嘛，冇嘅時候嘅就喺度懷緬。咁我真係覺得你不如起個黃金碼頭出嚟啦，係嘛？或者係屌你老尾閪，真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自己起翻嘅珍寶啊笨柒係嘛？即係有啲戇鳩嘅，其實喺成件事裏面我自己唔係即係咁 appreciate 佢哋咁樣嘅做法，我啲為做而做咯，我覺得有啲係。係啊係啊，有少少嘅，即係佢而家即係好似咁講，佢即係要成日都話要搞盛事啊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有個 budget 啦。同埋咧，有一個樣嘢咧，係佢根據阿習近平嘅思想主導嗰啲唔知二十大嗰啲咧，要將一個香港變做一個文化科創中心，咁所以咧佢依套戲嗱，其實好坦白講啊。我哋中意九龍城寨嘅多啲啊，定係電影多啲？唔係九龍城寨嘅電影令到你喜歡九龍城寨嘅喎。啱唔啱啊？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過九龍城寨呢套戲咧，其實幾垃圾嘅。其實我自己又覺得佢冇冇乜太多真係有講翻，即係話到底點解即係呢個城寨，即係或者呢個地方嘅歷史。嗰、那個過程嘅，純粹就係講一啲人物，即係江湖，好似一個江湖人物過程咁樣。將啲香嗱，我就訪問過阿如兒啦，如兒嘅漫畫就好好睇嘅。OK， 咁但係咧，將嚟拍戲咧，佢依套戲咧，我就唔覺得嗰個嘅戲劇性嘅效果就好足夠。咁啊，好 predicted， 亦都係嗰三幅皮人物嘅無論個性格啦，好撚流於表面。OK， 咁但係咧，你呢班友仔咧。那個故事的發生呢其實可以跟九龍城寨沒什麼特別拉楞即是如果我放深水埗又 work 的、這個故事是吧有很多東西即是他只不過是那班黑社會在個地方裡面爭權爭地盤、啊、如此類推是吧那是輕帶了一點點東西就是大老闆為什麼一定要進去就是當時九龍城寨要收回的時候那些人就是怕、就是、政府就會賠錢、啊、就是這個賠錢之後他就水漲船高就一定要霸多些鋪位讓政府賠多些那就錢多些了咁但係即係呢啲嘅少少嘅背景，你唔熟悉九龍城寨嘅，即係唔似我哋做大冤有落做緊咗咁多集嘅，咁我哋就當然會明啦。按按求求嘅走去睇，就只不過哇啲景好似以前嗰啲向巷啊乜乜乜乜，但係九龍城寨本身嗰個 action 呢個電影係冇帶出嚟噶嘛，係、咪？我自己個一個嘅咁嘅一個嘅睇法。你嗱一樣嘢值得 appreciate 嘅咧，就係、是、呢個電影裏邊咧使咗好多嘅 effort 同埋心機，將佢啲街道拍翻曬出嚟。是那个精神面貌是有在这里的。但是是不是这个电影里面是 focus 在九龙城寨的故事还是九龙城寨里面的一班的黑帮盗赞出来的假的不存在的故事呢其实是后者来的嘛。是。你明白我讲的 difference 吗？明
係嘛？咁即係所以佢哋嘅唔係反映曬全部真實，因為佢好撚虛構，有一個九龍城寨裏邊嘅江湖，就係嘅江湖人嘅一啲嘅糾紛、一啲嘅瓜葛、一啲嘅衝突咁解啫嘛，而唔係真正正係九龍城真實嘅故仔嚟噶嘛。即係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咯。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中意呢部嘅電影，因為佢拍唔到個故仔漫畫書嘅純粹出現，之而係夾硬就即係重新就再作過一句擺翻嗰扎人，而係 so happen 喺九龍城寨發生咁解咯。系啊，咁啊，反而我覺得你睇翻以前香港電台做一啲即係訪問啊，即係講以前九龍城寨失，即係啊嗰啲即係嗰啲生，即係嗰啲人喺嗰度生活嗰個環境啊，或者係點解會有一啲咩人又冇入啊？你睇翻大院有落，我曾經做過嗰陣啊，真係冇撚錯啦！嗱，各位朋友，重温我哋大院有落 ，OK？ 你真係賭迷啊！你個撚樣，鬼古破地獄又唔撚識。又唔識得幫佢 sell 九龍城寨特產，嗰啲俾人找死啊嘛，係咪先？即係你嗱咁啊找死咧，咁啊即係講另一單咧。我開初睇咧就冇乜太大感覺嘅，咁啊都心諗就係、是、啊咁啊個即係主人，咁啊你自己裝修間屋，你即係係咪即係都要小心啲咧？咁啊但係睇翻咧呢單嘢咧，其實就真係都幾撚凄慘，同埋都係個裝修公司咧都幾撲街嘅。咁啊，話説咧就係、是、有一單咧，就係、是、裝修公司咧就係、是粗製濫造啊，就做呢、這、一個電視櫃或者叫個電視嗰、那個嗰縫牆咧，咁啊冧撚咗落嚟，咁啊冧落嚟，其實我點解會砸死咗只貓咧？原來有隻貓咧就咁啱咧就係匿咗喺個櫃，佢下邊有個櫃。可能擺嗰啲 DVD 啊、遊戲機，咁個櫃下面就中空嘅，嗰只貓就應該係匿咗喺個櫃下面，那個櫃突然間翻落嚟嗰下咧，係大概三五秒到咧就即係有聲，跟嗰只貓咧就未嚟得切走咧，即係佢有三隻貓，有另外兩隻就走得上，即係有即係幸運啦，咪走咗，即係跳走咗，咁另一隻咧就係啱啱就喺個櫃嗰一格壓咗落嚟，壓到變咗即係已經吐血身亡啦。咁啊，呢單嘢都幾慘嘅。嗱，咁點解咧？我就自己覺得我唔新，即係我唔 surprise 嘅。我哋曾經咧做你老母中國人嘅時候咧，就已經咧知道咧喺大陸裏邊咧發生過一啲類似嘅事件。咁佢哋就做一個嘅牆啊，依、這個牆咧就係扮好似個火爐嗰啲咁樣啊。你知道外國裏邊咪好興有個火爐 fireplace 嗰啲嘅？你澳洲有冇 fireplace 啊？有嘅，都有嘅，我哋都有。有啊嘛，有個 fireplace 啊嘛 ，right？ 咁呢個 fireplace 咧？咁佢哋咧就整個雲石牆咧就黐咗上面嘅 ，OK 就真係黐緊咗上面啦。OK， 咁佢其實做依啲嘅牆，因為咁撚厚咧，其實你咧要整咗個即係要唔知打幾多爆破螺絲，要勾撚實佢先唔會跌落嚟噶嘛。咁好啦，咁佢就冇求其求撚其，唔係用爆破螺絲，就兩粒螺絲唔知點樣就釘撚咗嗰個嘅火爐喺度。咁 so happen 咧，個今次死呢個咧，佢因為佢一定係跌落嚟啦，大家都知道佢一定會拍落嚟啦。即系唔稳啊嘛，拍落嚟嘅时候咧，就拍中一个两岁零嘅 B B 女，咁啊当然又都死埋啦。OK， 咁呢一件嘅事件咧，就好令我谂翻起我之前做，因为做你老母中国人嘅呢一单嘅事件啦。OK， 今日又因为佢咧，亦都系用咗有两粒螺丝度咧，就系冇上实嘅。咁我唔知道个原因系以我哋嘅 understanding 喺香港里边嘅装修师傅，喂。每年都做咁撚多單屋嘅呢啲嘅裝修，喂做撚到橫瓦咁撚滯啦，係嘛？呢啲唔係呢啲都偷工減料啊！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咧就真係經濟唔撚好啦，個客咧就屌你老揈，就又要啊又知阿裝摩洛哥，冚啊買咗細巴撚幣，咁啊可能錢唔撚夠，咁啊偷工減料。另一個可能性咧就真係請啲師傅落嚟咧，就唔係以前香港嗰水嘅師傅啦。都唔出奇，即系嗱，而家咧都有好多所謂叫做預製件啫嘛，即係其實有陣時候你都會，譬如可能呢啲會唔會？因為其實我就算我哋九十年代啊，香港都有一啲家私公司咧，你就算係香港訂製都好啦，咁其實佢都係喺即係大陸啲工廠度做件落嚟噶嘛，咁會唔會可能而家咧啲料或者係個成本嘅即係同咗，咁所以咧佢個質素即係有參差咧？同埋好似咁講，就係話佢嗰啲師傅做嘅時候，好趕啊！即係掛上牆嘅時候就淨係做咗兩粒啦，因為佢就係話反咗落嚟之後咧，就發現啦，牆身咧就只係得兩個爆炸螺絲咁大把嘅啫。咁所以咧佢就話個櫃又有電視啊，又有個DVD 櫃，
咁啊，仲有噼里啪啦嘢，咁啊，所以咧，成個咧一散翻落嚟嘅話咧，就冚撚咗落嚟咯。咪係咯，即係我所講啦，佢根本就上螺絲上得唔撚夠咯。係啦，咁啊，佢就訪問中咧，就因為《星島日報》咧就訪問咗嗰、那個事主，即係貓主啦。咁啊，都幾傷心啦。咁啊，就話佢就。嗰間裝修公司咧就好快，即系唔係好快嘅，即系當日啦，夜晚到咧就係有一個唔係當時裝修嘅人咧就上去就同佢哋就即系 say sorry 或者了解疏乜撚嘢 we 啊，冇其實唔告俾兩雞嘢就諗住私了，梗係唔得啦！你知而家啲人好似阿 Donald Trump 個副手阿曼斯咁樣講 ，single educated wealthy no children only cat。Ken 是家人嚟噶嘛？你屌你老尾，你屋企有阿吴家产啊？呢一、這个嘅屌你乜梁振英死个仔，你赔翻两鸡嘢佢得唔得？当系屌你老尾，仲要死个齐恩啊！屌你老尾，佢最捻真嗰个啦，齐恩啊，梁齐恩死捻咗，赔翻两鸡嘢佢得唔得？两鸡都唔得啦，系咪先？系啊，得唔得？生命嚟噶嘛？生命嚟噶嘛？亲人嚟噶嘛？无瑕啊嘛？我系佢妈咪嚟噶嘛？我爸爸嚟噶嘛？啱唔啱啊？咪咯。所以嗱，即系佢呢样嘢咧，就开头谂住咧，唉，俾两鸡嘢同你私了，睇下有冇机会，即系唔捻好影响，即系佢就唔捻想影响声誉嘛，即系佢都好捻大镬噶嘛。咁啊，跟住佢就话啊，呢、這个师傅同埋个监工咧，其实我哋就冇做啦。我谂可能佢一系咧就呢啲就 contractor， 冇捻错，又或者大陆嗰啲咧可能黑工啊，你有好多啲工人咧喺大陆攞双程证落嚟，屌你俾现金工，你即刻知啊？系啦，咁即系你而家喺澳洲咧，咪好捻多。中國人嗰啲真係中國人啊，走去做裝修嘅，我哋揾工人一樣有啊，係嘛？咁解啫嘛，個撚個中國人都係做裝修嘛，係啊，係啊，咁所以呢間嘢其實呢間裝修公司會唔會有啲嘢隱瞞，甚至乎係勞工法例上嘅違例咧？嗱，往後可能會再有深入啲調查，唔出奇。咁但係咧，嗰、那個老闆咧，其實一定要告佢嘅，超哥。係啦，佢又應該係民事，而家應該就係會循民事咧，就係索償啦，同埋一定要就告，我會疏忽啦。Highly publicize， 因為如果我今次同你私了咗，你班撚樣唔撚去認真嘅。下次拍個電視櫃落嚟，唔係拍死貓，或者未必拍死狗，拍死個人。你坐喺度睇緊電視，我屌你老味咁樣拍死個兩歲嘅啱啱喺度躝緊嘅小朋友咧，係咪唔通噶嘛？所以呢啲公司基本上就一定要告佢，同埋可能要吊銷佢牌照，或者係罰佢屌你乜唔撚準營業。因為你稍為有 experience， 你都知道唔撚可能兩粒螺絲鎖緊到嗰個櫃喺度，會唔拍落嚟啊嘛？系啊系啊，嗰嚿嘢都几百磅噶嘛。咪系咯，咁你下次拍死个小朋友或者拍死个屌你老尾閪嗰啲阿叔咧，呆捻咗个人超呆症，日就怼捻住电视机，屌咁捻样嗰啲咧，一日就屌你咪拍捻就拍死咗佢，唔捻识避，咁咪点啊？系啊系啦，咁所以个老板咧就好快咧就喺类似佢哋嘅频道定 YouTube 嗰度咧就道歉，咁但系咧就冇承，即系唔系承认，即系。對，即係責任嘅，純粹就係話，即係話呢單嘢咧係公司有疏忽咁樣咯，係啦，咁樣咋？咁亦都要佢交代清楚，究竟嗰兩個係咪大陸員工咯？因為依啲咁嘅做裝修嘅手法咧，好大陸啊！冇講嘅，而家總之咧，佢就係話佢哋會負責任，但係就係話呢兩個咧就係公司已經離咗職嘅人啦，咁就唔會再去交代啦，咁樣咯。咁你 imagine 如果交代即係冇發生，你當呢單事件如果係拍死嗰只嘅人？電視要點做？就係用呢個方法。警方一定會介入啦。如果係人嘅話就，係貓咁，貓就即係可能政府就即係冇法例。你速若速都有法例啦。誤會咯。咁啊，意外整死咗我只貓，我屋企人成員嚟嘅噃，有打民事訴訟啦，呢啲一定要打噶啦。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咪先？好咁啊！喺我後邊有張相咧，我就唔知真定假，我就已經叫咗阿邱俊咧。就聯絡你，咪叫阿偉哥去咩？叫邱俊嚇，偉哥唔叫雞唔結婚啊嘛。佢話咁又叫邱俊去揾依一個女人嚇，即係唔要彩禮，無房無車也肯，只要是香港的就錢嚇。咁我叫阿邱俊娶佢翻嚟咧，就虐待佢嘅。屌你，究竟係真定假嘅咧？超哥，你覺得？我嗱，你張相咧係可能會執上去香大陸啲商場啊。係。咁我又覺得真係都幾搞笑嘅。到底呢啲係一啲即係商業嘅宣傳，純粹就係話啊，即係嗰啲咩婚姻相體公司，即係配對啊，即係揾個人出嚟做宣傳，
點樣樣咧，我就真係唔知啦。但係你話香大陸不嬲都有啲人都話要落嚟香港噶啦，甚至乎嗰啲咩小三訓練班都有噶啦，係咪先？但我係好唔明白，即係今時今日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嚟噶嘛，我哋香港都要靠你噶嘛，背靠祖國啊嘛。我哋好微小啫嘛，我哋一個省嚟嘅啫嘛。係咯，省都不如，係嘛？即係南部嘅一個小漁村，係嘛？退回曬堂，咁你落嚟即係行緊衰運，我哋一街都吉鋪。是吧又要吃兩餸飯咁撚慘是吧你又大排筵席大魚大肉你來香港把撚咩我你的學生要受那些洗腦教育我們香港的小朋友一撚樣要你見到五星期要感動到哭我們都是要有些什麼撚嘢屌你老味在冚家產你不撚同呢那隔離香港把撚咩是不是嗯有的就是你如果落咗嚟咁你攞咗張香港身份證咁你咪可以攞嚟做跳板咯，嚟去攞嚟去香港去澳洲避風港又得，去加拿大避風港又得，係咪先？甚至乎即係呢個就最重要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依個 mentality 咧，就係其實點解大榮咁撚著弱要嚟香港咧？就係攞到一張嘅香港身份證，你就唔會話俾人哋聽你係中國人，你話你係香港人，攞咗我哋香港嘅依一個牌頭，又或者落嚟香港。求緊期喺大陸揾間嘅野雞，係嘛假學歷？唔知點解中文大學收鳩咗你，咁你啊屌你又俾偷呃拐騙，呃撚咗個碩士，你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嘅碩士生，係嘛？咁你又攞依一個嘅學歷去海外裏邊就去移民啦、啊，跳板去揾嘢做啊，又或者啊即係去搞travel 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咁你就攞撚咗我哋嘅牌頭去冒認咗香港人去走路啊嘛，而特區政府係全力協助。全力扶持中國人，係借助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去偷下拐騙啊嘛！咁啊，好明顯，而家咧就係香港就係變咗新香港人咧取替舊一代香港人嘅一個即係所謂叫做洪流啦。香港人借香港借殼上市，屌你老味借屍還魂嘅一個嘅係啦係啦地方啊！係啦，咁啊好快咧，我相信咧好多好似啊，而家收到風咧，就係、是、澳洲咧就真係開始做嘢啦，真係開始咧有好多學校咧就唔撚再收呢啲撚樣啦，即係嗱呢個就係道聽途說啦，或者係一啲喺呢邊做嘢嘅公司或者朋友咧就有講啦，就係有啲香港有澳洲嘅大學咧開始都咧注意到咧有啲咁嘅即係所謂叫 X 字頭啊。二 set 字头嘅朋友咧，咁佢哋咧就特别有留意啦，开始系啦。好啦，喂，而家做咗个几钟啊，快啲报数我哋今个礼拜嘅依一个嘅两个礼拜啊嘅善款，同埋个依一个嘅助养计划嘅情况点啊，超哥。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上个礼拜加埋两个礼拜咧，我哋就收到37,762元，咁啊加币咧就系375元嘅，咁啊嗱。好老實咁講啦，咁啊唔計上次3067嗰位朋友講三雞嘢咧，咁其實我哋呢兩個禮拜咧就只係收到7,762元，即係平均一個禮拜得3,000多元啫，好唔掂啊！係啦，係啦，咁啊當然啦，我哋都再三多講啦，咁啊多謝嗰位即係3067嘅朋友啦。係，咁啊我哋而家收到 total 咧就係179,000元到啦，係啦 ，OK， 即係12,000 behind 啦，而家係。嗯嗯嗯，但系而家已经系十月啦，咁即系距离我哋年底咧，即系又危险啲啦，即系都未到数嘅，系啊，即系年中有几多只3067咧咁啊？系啊，即系如果落个礼拜3,000多咧，咁我哋就死得噶啦，系啊，仲有120,000未收到啊，系啊，即系如果唔好彩咧，咁啊，即系得翻两个月，即系每个月，所以咧，你问我点解放假不如唔好做节目啦，咁样。唉，你知道我唔想咩？即系讲真，连我一蚊 YouTube 嘅钱我都唔想蚀咗佢啊嘛！如果唔系，真系好头晕嘅。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镬嘅一个嘅问题。即系大家支持，但系唔肯养成一个见到节目嘅 QR code 去过数啊，支持我哋5蚊、10蚊啊。其实每个礼拜我系20多万嘅呢一个嘅 kick view 系嘛？即系我当你打呢20多万人有睇过或者有份睇过嘅节目嘅网友当中，只要有5,000人啊。OK， 每人俾10蚊我哋啊，咁我每个礼拜都有50,000元收入，系嘛？但系而家你睇翻我哋每个礼拜都系得3,000多元收入，其实真系好少啊，系唔掂。系啊，冇错。所以即系如果你谂下咁嘅一个嘅 kick wheel， 即系每个片尾都有一个 QR code， 咁但系即系只要有5,000人吓，即系喺每个礼拜里边每人俾10蚊，
我哋就已經係絕對搞掂咗我哋嘅營運啦，同埋好豐裕咁樣可以即係輕鬆或者同事可以加到人工買器材，唔需要投人申請，就係咁簡單啫。係兩，仲係三個台喎。OK， 係三個台加埋喎，唔係淨一個台喎，係嘛？咁所以即係希望啦，大家踴躍啲支持。我唔係話要你捐身家俾我哋過奢華嘅生活，而係只不過係每人嘅有份睇嘅嚇，五蚊十蚊咁樣咧，點值回成大海咧？我哋就情況就會 easy 同輕鬆好多。咁但係都而家距離我哋目標喺年底前30万咧，我哋仲爭12万几嘅，你當13万啦，12万几係未夠嘅。所以咧，嚴格講咧，如果剩低得兩個月左右咧，即係每個月60万蚊咯，蚊可唔係好問水啊？應該就達唔到標噶啦。係啊，係啊，咁啊，希望啦，大家幫幫手啦，係啊，真係。好，咁啊，係咪時間夠啦？差唔多時間啦，冇嘢補充啦。咁啊，好啦，咁啊，你旅途愉快啦，繼續去玩。咁啊，我哋食壽司啊，或者係買玩具嗰時會嗌阿超哥你個名噶啦。我會叫阿積操送幾打好嘢俾你睇嘅。好啦，今日系咁多 ，OK， 咁啊，大家知道啊，今个礼拜我真系放假，咁啊，我会 occasional 间歇性出片，唔会定时定候噶啦，咁等于见到大家密切留意1、2、3台啦 ，OK， 好，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啦，拜拜 ，OK， 拜拜。